刘德华、古天乐、苗侨伟等人呢日出席《数独二天地对决》嘅首映礼，短短上映几日，内地票房就破10亿啦，睇嚟第三集都指日可待啦。系啊，老板系咁样要求啦。咁我哋有好多嘢，其他嘢嘅 schedule 啊，咁样睇下剧本啊，各样嘢发展成点。近年华仔监制嘅戏好多套都落重本，继一比一嘅红隧之后，今次仲搭咗个中环地铁站出嚟添啊！主要系budget啫，即系钱方面咁，倾掂咗老细就得噶啦。辛苦就辛苦嘅，拍咩都辛苦啦。今次华仔同古仔仲会为咗主题曲洗几大合唱。之前华仔就话古仔拍戏好调皮，唔知道唱歌又会唔会好啲咧？唱歌方面调皮啲，因为之前华仔哥话啊，古仔咧会喺啲 lyrics 歌词度掹低埋啲唞气位，你觉得好得意啊？你咁样讲出嚟，唔系要咁做嘅咩？唔知喎。我看到那張紙我挺感動的，其實是的，真的是的，真的做好了功課，因為我不懂嘛，所以要抹低了。三哥做什麼不唱？他們兩個唱，我還唱來做什麼？即是什麼這樣？即是什麼？下次你唱，因為我不懂唱嘛。